先亮眼的郑元畅，跨足唱片圈改当动感歌手，特地请牛奶为新歌编舞，在 MV 中大秀舞技，令人眼睛一亮。乔仲，你还可以吗？有，而且我在找我的救星，就是那台电风扇。啊，好凉快，这样有比较凉一点哦。挑战快节奏的舞曲，虽然只是 EP， 但小纵投入的心力可不比一般唱片新人少。光是拍 MV， 这支舞就不知道要跳几遍，让他差点吃不消。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其实有时候会就是脑筋一片空白，但是我的肢体是在跳舞的，但是我的头脑是完全是空白，没有在思考的，然后突然又抓回来以后，其实有瞬间几秒钟是空白。为了艺人歌手孟小纵可说是卯足了劲，儿童们世界林志玲第一时间得知她要发片，便自告奋勇报名当 MV 女主角，而且不止美美入镜，还献出了街舞处女秀，让向来优雅的志玲姐姐难得换上宽松的嘻哈造型，和小纵在 MV 中尬舞。新耍狠的表情，真正有难度的其实还是舞蹈部分。两人苦练36小时，不只为了熟悉舞步，更要培养默契，因为有些危险动作要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害彼此挂彩。的时候我就说请不要踢到我，对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志玲的脸还要游移在我的胯下之间，就是
是稍微有一个失误，就是整个胯下就会这样子横冲直撞，所以我们这个要相当横冲直撞，对，相当有的默契。而且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动作的难度，就是志玲她要换手做，也是游走在我的胯下跟屁股之间，就常常就是一个没有抓好那个默契的话，可能会折到她的手，要不然就是对，就是两个人卡在一起，卡在我的别的什么地方之类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这样，其实我们算是非常有默契，至少都还没有发生就是一些危险的事件发生，而且信任彼此很重要。对对，五六看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。相挺，无条件为真人唱跨刀拍 MV， 足证明两人的好交情。而小纵感激之余，也夸下海口，未来只要志玲姐姐一句话，绝对帮忙到底。不会啦，只要林志玲开口一句话，义不容辞，奋不顾身，横冲直撞，不是横冲直撞，就是一劳永逸，哎，义无反顾，义无反顾，不惜一切任何代价。有很坚定的眼，尽忠职守。有乖，小中唱。有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，一首歌照亮你的心。这是搞笑版的啊，想要听正常那个认真版的，请买我的 CD， 对对对对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一切都不用多说，哎，我觉得他的努力大家会看得到，也希望多给一些肯定。完全的私信综合报道。乐乐魅力无望，就让一群高中女生陷入疯狂。而身为聪明新人的她，就会前进校园，不但教唱新歌舞步，也呼吁大家要防御新流感。因为平常待自己待习惯了，所以突然要帮一个女性朋友戴口罩，忘记她还有就有长头发的需求，所以有点不适应。这位小众难得近距离和同学接触，看到现场气氛超级嗨，可见郑云畅的魅力依旧是居高不下哦。苏打绿即将在。